注意看这个男孩，只因开口说了一句话，就被网友建议严查祖上三代。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习习物者为俊杰，眼下的各种刑具，我想一定能撬开阁下的嘴。我希望你们好好跟我们合作，我们是不会亏待你的。好家伙，一开口就是满满的大佐气息。接下来的这位小哥只因头发被发型师剪坏了，之后发型师打算给小哥改个日系风挽救一下。太久剪得满意吗？八嘎呀！看得出这发型十分的日系，但让我感觉最离谱的还得是下面这位小哥。呀，我怎么回事？你俩良心打到这块，竟然在厕所里面秀恩爱？昨天花嫂和老李在地里割韭菜，王嫂和花姑娘还是小兄妹，一起作怪。八嘎，三个人。